婚前就是被我老公骗去国家住，他就说我也很为难，前两天梦到我的祖先，那你搬走了，我去哪里找到你？祖先找他干嘛？把他带走？把我赶出我那块太远，我就不能吃，我做的也没有太少。他说你做的比较好哎。十一点热炒店。